好，我是宁乖，健康好生活有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咯，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哦。那接下来柯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哦。刚刚讲说料理的用酒哦，它的原料不同，它的使用方式跟搭配的应用就不同。那今天用的料理用酒，这个是透明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高粱酒，几度？这58度的高粱酒。那其实用酒精度高的蒸馏白酒哦，其实有它的作用了。我边做边讲哈，我先把这个。锅子里面我加一点油进来，我先来去做所谓的爆香的动作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酸菜肉片，对，而且准备的是红肉，对，猪肉。我先用小火先把一些香味的部分先把它煸过哈，像这个蒜头，还有姜，先把姜蒜这些把它煸香，然后呢？煸香以后，一般来讲，就是说我们在煸香的过程当中，一般都会去醋酒。那这个醋酒、这个呛酒这个动作，就是让那个香气更蒸发。还有香料也是哈，像这个花椒，这是红袍椒。然后呢，今天大家都吃辣，所以这个先下哈。所以这个是干的辣椒哈。这个去炒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温度不能太高，但是我要让它香气又更好的话，如果我用米酒的话，它是清香型的，但是如果让这个香味要更加刺激出来的话，我就要用蒸馏的白酒。那蒸馏白酒会第一个，它可以让这个香气更足，对，会发挥的更好。所以我们像一小杯的高粱酒哈进来，一点点高粱酒在这里让它酒香呛出来。对对对，酒油的时候会把香料的香味再提升。是，所以你在做所谓的川菜或香料的菜的时候，我们用高酒精度的蒸馏白酒，它其实是有帮助的。像我们现在你看，刚刚放进去那个，其实花椒跟其他的味道就会很香。OK， 好，这就是酒带给它的一个其中之一的一个好处哈。好，那现在我加的是酸菜。那如果说你冬天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酸白菜也可以。那因为这是闽南菜嘛，所以我们闽南大概就是客家风味，大概就是酸菜为主哈。我们就用酸菜炒一下。炒一下以后也是一样，酸菜因为它其实也有一点点味道了哈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一点点的高粱酒，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哈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高汤放进来，你看我刚刚加了那个蒸馏的白酒哈，它的香气会比一般的更强烈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它蒸馏的白酒哈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怎样？我们在腌制菜的时候，因为酒的密度啊，还有它的表面张力不同，所以它会把这个盐分的东西渗透压会更强。所以我们这个加一点点酱油，这是盐分的东西哈，然后加一点点的蛋白，然后胡椒粉，好调味。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我这个地方如果说我用高度的蒸馏白酒进来的话，它可以让它的味道更容易渗进去，而且它可以保湿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抓让它打水。所以我打岔问一下，所以有些时候，比方说肉类，它容易需要保湿跟去腥。对，酒在腌制的过程就扮演这个角色。是，有些人那个腌制海鲜也一样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海鲜有的时候也担心会有腥味。那今天这一个是猪的哪个部位的肉？前腿肉。好，前腿肉。今天我特地用前腿肉，主要是因为前腿肉它会比较柴一点，而且它瘦，它没有油花，所以你要做这个打水动作。对，而且我这个水呢，我就是用刚刚的这些酱油啦，还有这些高粱酒来做哈。好，现在加什么粉？现在加的是地瓜粉。好，我闽南地区哦，我们就是说，我们所谓的肉羹就只有加粉，那台湾的肉羹是加鱼浆 ，OK， 就不一样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肉呢一片一片放进来，哈，就是介于因为这个水呢已经刚刚有一点滚了哈，我们把这个肉片放进来，让它浸泡一下，好。虽然我有用高粱酒，大家都认为高粱酒58度那酒精度很高，是不是酒味很重？其实没有到那么重，因为我们透过这个煮的方式把它挥发掉了哈。好，一般来讲，这个泡到变色就 OK， 因为等一下我还要再放在这边煮。这边呢，我先把这个菇
这个美白菇放进来，然后呢再加上一点水。那因为我的高汤哈，我的高汤是有调味，然后今天我们吃的是咸菜嘛，酸菜、咸菜之类的东西，它本身也有咸味，所以我们咸味要拿捏一下。好，这时候我再来介绍哈其他的酒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肉片继续泡。对，泡着就好，因为我火是最小、最小、最小的火哈，所以甚至你可以熄火了也没关系哈。好，我们先看高粱，38跟58怎么挑？38跟58，其实它出来的香味会不一样，就是它萃取出来的香味。像我刚刚是用58度，所以我一放的时候，旁边那个香味就马上冲出来。哦，除了酒香以外，它刚刚的干辣椒啊、花椒、蒜头什么香味就会冲。那38因为酒精度比58还低，所以呢，它香味也会出来，就是。没有到58那么厉害。哎，我打个岔说，乌鱼子常常都是泡58。对啊，对，乌鱼子一般来讲，我们都是泡58度的哈。然后再来清酒，那日本清酒它是米当原料跟米曲这样去做出来。那清酒的话，一般来讲就是说适合日本料理，因为日本料理它比较淡雅。对，那你会发现你用清酒去做出来的日本料理的话，你煮完了它没酒味。对。它酒味就挥发掉，因为它制成方式不同，所以它在喝的时候有味道，但是它入菜的时候它就没有酒味。好，所以像照烧的料理或者是寿喜烧的料理，调味的就是清酒。对对，然后再来哈，米酒它的原料都是米，它的原料都是米哈，然后它也是米加米曲，然后去蒸馏出来的，它酿造以后再蒸馏出来的，那它会有分，就是一般这种原瓶的哦，它有分什么？像料理米酒，以前你有加盐，因为要加入 WTO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有加盐。所以如果有加盐的米酒，不能直接触锅，不能像我刚刚呛锅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那个盐巴会结晶哦，所以它只能直接淋在食物上，不能淋接在锅子上哦，它会结晶，马上就结晶，马上就变成白色的东西在那边。所以我要呛锅的，我要买无盐的。要买无盐的哈。然后现在料理米酒几乎都无盐，然后我们的米酒啊，像这种瓶装系列的哈，这种原瓶装系列，它大概就是不到20%，19%左右。那其实最早的我们的红标米酒就是现在的方瓶，这个价格也不一样，这个价格已经是100块了，比较贵。米酒水是给坐月子用的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二次蒸馏的二锅头，就是米酒头。那米酒头它的酒精度就30几度了。酿造酒系列哦，我们就有分哦，就是黄酒，黄酒是最初期的，它的那个味道是最淡的。然后就是绍兴或陈年绍兴，然后就是花雕酒。那另外这个红露酒就是我们在做红糟 ，OK， 红糟去蒸馏出来就是红露酒。那这是按照年份不同，它浓郁程度不同，所以我们用这种黄酒系列去做菜的话，就是像刚刚林官讲，就是说，我要吃江浙菜，我要吃东坡肉，花雕鸡一定要花雕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会产生浓厚的香味，浓重的香味，所以苏东坡那东坡肉一样，慢着火，少着水，时间足，它自美。它就是你在杭州吃的东坡肉，它实际上它全部都是用花雕酒去做的，好。然后再来就是最简单的红白酒，红白酒意大利料理就红肉配红酒，白肉配白酒。对，这只是最初期的这样的做法。如果我们懂料理，当然它酒的运用程度不一样哈。那大概就是我们料理用的酒，大概就是这一些了哈。那这个肉片，我现在把它拿出来哈。好。我们的肉片哦，让它泡熟之后，我们还要再入这一个酸菜锅，对，让它入味。对，这个肉片呢，它会更滑嫩。好，就是因为你用的高度酒精，如果你今天是用米酒的话，它的保水度就不会那么好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用高度酒精的话，它就会很好。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酸味重或喜欢吃酒味重的时候，我们再放进去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还可以再淋一点酒进去。好，像这一锅酸菜这个哈，对，这个是夏天最好酸爽的东西哦，尤其。那个有喝酒的人，醒酒汤也是它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肉片哦放进来，稍微煮一下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喜欢吃酸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准备要起锅了，我们可以淋一点醋进去。好，让它那个酸气更加强哦。那因为如果说你不喜欢吃酸，或者是你喜欢喝酒类比较。味道比较好的话，起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熄火以前，我们淋一点也可以哈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把葱花放进来，然后淋上香油，那这样就完成这个酸菜肉片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吃哦。
刚才在煮的时候，我就在开唾液就开始跑出来了，这叫生津呐，哈。那就是闻到很香的菜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。那加上我又很喜欢吃辣，所以我当然就受不了了。不过坦白讲，这种吃酒精的料理哦，要小心一个问题。有一次我一个门诊哦，有的病人要来开一个甲种诊断书。那甲种诊断书代表他有很重要用的，比如说司法用的。我问他你要干嘛？他说因为他重复酒驾，所以法官要叫